你在干什么？嗯、啊，那么呛，炒辣椒了，肯定呛了。辣椒不是你这样炒的，我来教你，搞黑暗料理，一刀两断，用点力嘛，老大。饿了，下辣椒。对，这样子压一下，翻一下，翻一下。好，可以放上了。来点盐，好，继续翻。嗯，香味出来了吧？来一勺生抽，来一勺我们家的豆豉酱，再来一点。这个好香啊，可以了没有？来来来，哇，可以了。嗯，我刚刚就是想找出这个味道的。学会了吗？下次自己做。嗯。